想你这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中，你是我永远都走不出来的迷惑，快要失控。张良，这小子跟谁呀？他来出差，顺便来看。顺便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怎么了？你俩什么关系？我们只是朋友，你知道的。不对，你俩现在干什么？我只是用你对我的方式对你，你就受不了了是吗？二位冷静冷静，咱们还是好好聊一聊吧。我问你，那小狐狸是谁？一会儿就只允许你有男闺蜜是吗？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，我俩认识十年了，我要能跟他有事儿，还能轮得着你吗？我看他才是你男朋友吧。张良，你能不能别没事找事儿？我没事找事儿，你和他躺在咱俩的床上，我没事找事儿，你俩用咱俩的水杯，我没事找事儿，你俩手牵手在楼下散步，我没事找事儿啊。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他生病了，家又不是本地的，来咱家住一天怎么了？所以你就让我上我妈那给你俩腾地方是吗？我们只是朋友，仅此而已。行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每次跟他出去吃饭，你都说我是你朋友？为什么每次跟你朋友出去，你总说跟我不熟？我只是好，这些都算了。我再问你，为什么咱俩出去吃饭，你都对他嘘寒问暖，给他拍照是给他发朋友圈，是拍菜不拍我？你真是挑战我的底线呢！我跟他说你是我朋友，不是想在节日里多收点礼物吗？李慧，我给你的还不够多是吗？我工资卡给你，每个月的奖金也给你，我平时连个买新衣服新手机的钱都不舍得花，你还不知足是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什么事都没有？行，那刚才的女孩是我女闺蜜行吗？不行。怎么只允许你有男闺蜜，不允许她有红颜知己是吧？你就是仗着她喜欢你同时享受两个男人的感情。我俩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跟我没关系，但是我跟她在牵手上认识的朋友。你还说你俩没有事儿是吗？你跟男闺蜜在你侬我侬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？是他在牵手上主动找我聊天安慰我，我才慢慢从这段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，我们现在还是朋友。兄弟，如果你想找个听话的女朋友，你去左下角的牵手上看看，上下就能体验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，无论是清纯学妹、娇羞萝莉还是高冷御姐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而且里面超过百款风格任你挑，链接我放左下角了，你赶紧去试试。不是，他真的只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俩真的没什么。脸贴脸照相发朋友圈，当着我的面为你吃饭，他吃完一半的糖你都能直接放嘴里，你管这叫好朋友是吗？李慧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和他你选一个吧。我不选。好，那分手。张良，滚。